关一下门。哈塞！没到三十秒吧？没到。平给中锋走位，搓 A 搓 A 点烟，中锋，我让你晃啊！一扣耳链一回来，一扣耳链一过来，你大爷的，你还在这收兵，万一死你，这玩意儿呢，这前期是真恶心，杀完了也不行，支援一波啊，戳一刀过来，来支援一波，哎，解脱者可以啊，扣闪一过来，哎呀我靠，他怎么闪现都没用啊，我好受你大爷，哎呦我的兵线呢兄弟啊，哎你就贱啊，算了我溜一走，你就贱啊，我被贱死了，俺俩指定没完，这拉克斯你给我等着啊，俺俩指定是没完了，你等着啊小伙子，我脑淤血了，他身上有个红 buff， 哎我脑淤血了，我血压上来了，一扣耳链 W 挡住，平 A 接戳一过来，一扣耳链平 A 一走 A 戳 A 再戳一过来，平 A 中锋 A 再 A 征服者满戳 A 一回来再戳两扣中锋一过来一回去戳一下平 A， 哎呦没打到，一过来戳一下 A 一扣一走，哎呀差点死，我不打了我回家了，我说停停不打了啊，他带的点烟呢，我说他咋不传送呢，回家，先来个狂战士镜甲，这得来个攻速，不对，这不能来攻速，这得来把长剑了，这玩意儿有点肉不好杀，这个拉克斯俺俩指定是没完啊，指定是没完，完肯定是不能完的，这俩人在中路干啥来着，搓再搓，哎呦杀，啊哎呀我操，风没调起来，我的天哪，
我风吹起来这波应该死不了，我估计。这个故事还没有完结。妈呀！炸了倒不会，因为它值钱了。这其实是一个好消息，明白不？赛恩值钱了，本来是不值钱的，这波以后值钱了。来走位来，还给个赏金，多好啊！其实这是一个好机，这是一个好消息。这不是一个坏消息。赛恩不就是送死的吗？回家出装备。嗯，我没明白这蓝枪什么意思。先来羊刀，先来盾弓，先来盾弓吧。羊刀不行，羊刀不适合我们现在出。出日炎了啊，有点幼了，也不是出日炎，我估计这小子可能出冰拳先。他整了个锁子甲嘛，又整个这小日炎，应该是要出冰拳。还跟我俩在这儿带点盐，你干啥呢？你看这是不是个好消息？他就硬送你是？尽量多让他值点钱，给我们送的多一点。没有，吃塔皮，走吧，这边吃个蓝，不知道有没有蓝啊？没有蓝算了。没有蓝吃口屎，我们马上大招好找到他，吃个蟹吧。这蟹就一直往右边走，你就不能往左边走吗？盾弓1750，先回去出了吧，先出回去把那小件出了。九级马上十级，这把有个维恩，维恩只要不起来就没有事儿。要吃我的塔皮。这波你吃吗？戳 A 一小兵 A 戳一过来平 A 平 A 中风一 A 接大招戳 A 再 A 戳一下中风点炎戳死吃兵吃个屁！
点盐，这得点盐，万一他 W 好了呢？把塔吃了。又大招上线，溜了，走位，戳一下，一过来，再戳 A， 平 A 平 A 接中锋 A 一下，戳，有点疼，再戳 A， 接中锋，吃个药啊，我们征服者满城不怕的，马上有大。你不早说，你这峡谷先锋要创了，哎呀，这也能放大呀，不好意思，我草率了，别让他杀峡谷先锋，给我保住，把他二塔给他拔了，你送死刘赛呀。中锋一过来戳一下，平 A 平 A 戳 A 一死，把塔拔了。拉克斯，我说过俺们俩没完。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小伙子，俺俩指定是没完。中锋 A 接大招，平 A 接戳，接 A 接 A 接戳，一过来一过去，中锋。A 一下戳一下，平 A 平 A 平 A 戳一过来 A A 接中锋，潇洒一 Q 耳链，吃兵还吃兵，让你吃兵，打个蓝去，三郎有没有？没有，上路再推他一波。该我了，回家无敌了。把这个卖了啊。买一个灵巧披风，100点暴击，拼 A 一下200物理伤害，上路单带了，这把不去参团去了，跟他们带一会儿，省着这赛恩拆我塔。从他屁股后头过来，这样他跑不了。先把兵清了，跑的真快呀！我应该闪现碰瓷儿好了。下波了，下波咱闪现碰瓷儿。这一瞅就旁边有人，没有人他敢这样玩？给你大招 W 戳，先杀蓝枪 A 接中锋平 A， 哎呀有点痛，没事我有吸血，哎呀呵，闪一手好了哈，该闪了。该闪呢，蓝林汉呢，这波该闪现呢，叮这把子不闪现，主要我又得给你们解说，我又得一边
用技能，像亚索这种技能释放比较频繁的英雄不太好说，你知道吗？容易有失误。现在我不跟你们说这波，你就看操作就会很牛批。我来了，兄弟们！我在这里。靠！哎呀，那赛恩大咋不放呢？走什么玩意儿？这有什么好走的呢？这走什么？就都妈的！看我给你秀一波。人呢？多来几个。算了，不来拉倒。那我就在下路担待了。哎，不来就算了。你以为我要杀你，其实我不会杀你。看看上面几个人，再看看这维音什么装备。我错，没想到吧？我有风墙，哎，投降了。5点钟，兄弟们，算了，今天咱就不下棋了啊，明天咱们再下棋，行不行？